Hello， 我是 Rachel 啊，最近发现自己有半年冇去过旅行啦，所以我网购咗几款台湾直送嘅手信，解下口瘾先。首先有呢个麻辣鸭血冬粉，只要将鸭血包放入热水翻热，再淋埋冬粉就食得。嗯，闻落已经有少少香麻嘅味道，试下先。食落咧同平时咧打边炉嗰啲鸭血差唔多，都有啲 Q 弹 Q 弹嘅感觉。而冬粉就索晒啲汤汁，好浓味又够晒啦。之后有人气大甲丝芋头酥，一盒有四款口味，有流心奶黄、烟韧麻薯、蛋黄同鱼尾，款款都好吸引。仲有呢个海边走走嘅花生蛋卷，叮热食仲好食添。呢个台式 Q 饼都好足料，入面有麻薯、红豆、咸蛋黄同肉松。最后有咖啡麦芽牛杂饼同快车肉干。想知更多，click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!